干嘛想让我说啥呀？没有，她说她给她老公唱过主题，我也给她。你也给她老公？我我没给她老公唱，我给她唱过歌。是，《小时代》是。你要那个歌把我折磨死了。真的呀？咋了？你谁折磨你？就是你觉得我的声音是唱那个歌的甜甜的吗？夹夹的。你唱一个。妈，我现在好像没有那个声音了。嗯。你找找，你找找，我想听。Hello， 不习惯。没有你，这么嗲吗？好听啊！末日在临近，好听啊！哦，这么甜吗？在一夜，你的依恋，你的依恋，你残忍的缠绵。我当时听了这个，说是你唱的，我听好几遍，我说是这个刘心吗？不对呀、啊，这个不是一个人。你唱这个歌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唱这种声音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平时去录音棚录歌很快。那个歌我大概录了能有四五六个小时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抠我，就哪儿都不对，就是你就不能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唱歌，完全一个字都不行。然后每次 KTV， 然后那个画面就配着他，真的，他就像我的噩梦一样，噩梦。你声音塑造能力还是挺高的。你要去哪？我的噩梦。你要去哪？那你还跟我一对。郭碧婷姐姐，她好像对我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的人，所以我觉得那一起玩一下应该会很有意思吧。嗯，那来节目之后对郭碧婷姐姐有什么印象吗？她就是她看起来的那个样子，就很安静，然后感觉眼睛里好像充满了好奇。改天你可以教我摇滚怎么唱吗？我好好奇。因为我其实也蛮爱听，我很爱听那种音乐。等我空闲的时候，我要去找个唱摇滚的老师。他好像其实心里会很想有突破自己的一面，想去展示给大家他不一样的地方。本来人生就需要很多的刺激，这种突破对自己是好处的，我觉得。就比如说学 rap 这个东西。爆炸撕裂下坠，随时从雨点门到向我透。耶，下站性踏月。成年人必须要面对责任，他们说你经历过才会变得万人。前方是真正的危险，无声的回答。当夜追风会经不起追啊，让我多谢谢。现在就会有一个问题，他们俩舞台经验好一点哈，状态就会好一点。但是前面，哎，感觉就是三个对，然后他俩特别放松，然后有三个，特别放松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哎。怎么好听一阵儿，难听一阵儿呢？怎么有这种感觉？还是要力度再出来一点啊、哦！那个爆炸撕裂下坠，走！爆炸撕裂下坠，耶！下坠性踏月，再拽一点！爆炸撕裂下坠，耶！下坠性踏月，再来！爆炸撕裂下坠，耶！下耶下耶下坠性踏月。今天我的声乐课的时候，我唱那个《夜下摘星踏月》的夜都破音了，总是用力过猛，就没事就想爆炸，你知道吗？这种 rap 的东西我真的没有接触过，我想说我做不到呀，臣妾做不到。爆炸撕裂下坠，随时吞雨点门砸向我头。夜下摘星踏月。好，楼外楼流星团，这个组。我的听感上来说，我会觉得 rap 上面暴露了很多问题。这首歌实际上 rap 是很难的，它不是一个传统的 rap， 所以姐姐们要更多的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节奏上，还有那个大家配合度上。回去练吧，回去练说唱吧。唱歌不容易啊，嗯，唱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是呢，我们觉得跳舞难，都难其实。嗯。我们这首歌叫楼外楼，我们爬的这个楼其实是挺高的。说老实话，这首歌的 BPM 大概是在130多，作为流行歌来讲，其实这首歌已经是很快的一首歌了，还有很多快嘴的东西，然后确实是复杂了一点，对于我们所有的姐姐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咋了？咋了？这事儿是不是因为我们太拉胯？其实不是，这个歌很难。啊？怎么？你说啥？就是真的是因为它难，所以做成这样，还是因为我实在是就是做的，就学不太会。没有，这首歌真的很难啊！这个很难的。其实那时候他坐在那边发呆，我就觉得他奇奇怪怪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拉垮了这个队伍，这样。那你会觉得他是？没有，我没觉得他拉垮。我才觉得我是拉垮的，但我脸皮厚。
没有，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有点绷不住。说实在，你又要去突破这个过程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有点绷不住。可是你就要硬着头皮去扛过去啊。那我自己的信念是这样子的，我不问为什么，我去做就对了。爆炸撕裂下坠，随时可以连到天外头。夜下坠性踏月。有那味儿了。接下来一个，把气势拿出来，身体的气势，身体的气势。爆炸！对对对，一定要下去，不要怂，就有贼拽那种。battle， 爆炸！有，信念感。我们都是演员，四大 rapper， 四大 rapper。我觉得这种态度，它是一种自信，自信和一种情绪的表达。就是这首歌，它表达的情绪和氛围是什么？五六七。Maybe a one of a kind. 走走走！天哪！稀碎呀！刚才有一段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吸吸手啊哈，其他的一塌糊乱七八糟，太精彩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次的舞蹈真的好难，它是一个男团唱跳的那种舞。本身这个歌就不单单是说唱的问题，它舞蹈是很凶猛的，态度是比较强硬的。它其实需要的是完全的整齐。这比昨天差的有点多，比昨天有点不齐哦。比昨天不齐。他没有。这咋整啊？还是前面会乱一点哦。这我也不齐。有没齐哦。再来从这儿。从这儿、哎、老师你不要这样，笑着笑着就哭了一会儿，这咋整啊？捏彩排了咋整？我看着姐姐们咬着牙在那里练，但最后变成了无效的工作，就觉得力不从心，然后我觉得有一点被弄得焦头烂额，我有点头晕，真多事儿。哎呀，新鲜的空气。你扇扇风吧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好多了，好的，谢谢。抱着撕裂下坠啊！哎，好多了，大声一点啊！你要不要喝点水？有，我刚刚一直狂喝，咚咚咚咚的，老子不给喝我也渴，我脸皮就厚。哎、你今天好像变了个人，突然之间。干啥吃脸皮都要厚、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有限嘛，我们的年龄有限，身体有限，感受有限。感受你可能到老，你更还会有更多很好玩的感受。可是身体你一老，会很影响你的感受。就是有时候人就是太保护自己啊啊！其实你也才快40岁，还有大把的时间，还有3个月，你还有3个月要满40是吗？你是刚过完，对，我1月的。所以采访你一下，40岁有什么感觉？没感觉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刚40岁，过年了，我41了，是这样而已啊。以前刚30的时候很有感觉，跨过那个要强的感受就，哎，好多了。对啊，要强是什么？厚脸皮比较要紧，觉得很舒服，对啊。干啥吃脸皮都要厚，干啥吃脸皮都要厚。来，挨针口，谁错谁做10遍，我很严格的啊。你不会揍人就行。不好说啊。干啥吃脸皮都要厚。我们现在不仅仅是队友，我们也是战友，一定要给出一针见血，给出最真实的一点。一针见血。我要更细致的、精准的抠我们的舞蹈动作。挨针口。我要把它做得更极致。姐，你这个地方你落得比别人都快。5、6、大，可以，这样会好一些。第一个动作你有时候会挡脸，这个位置 OK 吗？再往下，婷婷腿不是往后，是往上。4、2、3、4，哇！谢谢，记住了，有一个节奏。来哪儿？我做的是小燕都掩埋。哦。小燕都掩埋。啊？刚刚你俩做的可齐了。小燕都掩埋。小燕都掩埋、哦，哎呀，说错了，小燕都掩埋呀，差点误人子弟了。
我觉得大家的进步是因为我们会抛掉一些个人情感上的害羞也好啊，或者是面子也好，互相的去指正对方的一些错误和不足。做完之后有点性感摸下来的感觉，不能性感，得硬朗，不能性感，这个歌不能性感。抛掉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是在仅有的时间里爆炸撕裂下坠。你觉得直的好弯的好？我觉得可能得直的好。这个吧，要不你整点啥呢？现在有点蓬了，有点起来，我头发都有自己的想法。是，就是现在有点好像是跳鸡眼了才变成这个造型。那你扎过吗？哎呦，我给你一扎完你就觉得好看。你自己看好看吗？都给二人转上来了。扎两个揪儿。谢谢。不是这样编，这样编。因为他的新发型很可爱。我们一个舞团不能就是大家的风格差距很大，互相之间帮忙看看什么样的发型去跟这个歌融合。挑战一支这样的作品是我们从未想过的，但也是我们的幸运，因为我们可以有机会去看看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极限。可能这个就是姐姐们希望唱楼外楼这个舞台的意义吧，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可能只有一面，酷真的不是一件表面的事情，每个姐姐身上都有很酷的地方。对啊，我都可以变化了，你也可以是吧？那真的是的确